基隆山。天刚亮的基隆，八斗子。あの一般は11時から移動して台北が中心ですけど、そんなに時間がいらないけど客次第です。再来一圈，哇，以前这里没有这个平台耶。阴阳海，待会要去爬杂乌山吗？就在这里。要说什么嘞？我的背后，你们知道的。原来这个地方叫抱石山，以前来的时候我都不晓得这里叫抱石山，有没有这个观景平台？